你这个贱妇，还我明家360条人命来！放心，你儿子已经身中剧毒，马上就会来陪你。谢梅香，你骗我哥哥，负我明家，没想到我今日还能活着回来向你讨要这一切吗？这梅香小筑。 回去给我们接受火刑吧！南国就因为你这个紫瞳妖孽三年没下雨，你死了，南国就有好日子。你们谁敢动我？我定要我父王扒了你们的皮，点天灯！你父王已经自身难保了，管得了你？快走！住手！快！站住！别跑了，世子！ 跑不掉了呀！堵住他！快！站住！跑啊！再跑啊！本世子情愿一死，也不会和你回去的。不要！不到最后关头，还有希望的。别动！放开他！我们只是路过。 这是你们南国的事，跟我们没关系。我们走，走，走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爹爹说过，有史以来，南国大旱从不超过3年，久旱必会有大涝，南国马上就要下雨了。
他们两个交给我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他们和袁家签了卖身契，是袁家的人。上车，快走。去那边。没事吧？怎么样，碧瑶？